官员不见了，这该怎么办？中国大陆的外长到哪里去了？曾经战狼风格十足，获得习近平相当喜爱的中国大陆外长秦刚，他三月接任这个重要的工作，但是到7月24号已经整整神隐一个月。不只是错过了美国财长耶伦，还有美国气候特使凯瑞到北京的访问，连东协跟金砖这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外长通通一律缺席。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说法一开始说是身体原因，但是相关说法又从文字记录上删除，让外界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疑问。秦刚到底去哪里了？他到底怎么了？目前浮起来的疑问包括他的婚外情被揭露，或者是在高层内斗，这些传言越传越烈。而国家代表门面的消失也影响了外界对北京的信任。英国外长决定暂缓原定月底的中国访问。分析认为，外长消失的情况无法持久，秦刚究竟是去是留，很快就会明朗。中国战狼来了。有战狼称号的大陆外长秦刚三月上任至今才四个多月，却已经神隐了一整个月。尽管北京当局强调外交活动不受影响，中方的外交活动都在正常进行，但一个国家对外门面莫名消失，势必影响外界对北京当局的信任。原定七月底将访问中国的英国外交大臣柯维利就决定暂缓行程。彭博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法，指秦刚缺席就是延后主因。秦刚从6月25日与越南、斯里兰卡外长以及俄罗斯副外长会谈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前。不但美国财长耶伦七月初来中国与李强等多名中国高官会面时，原本理应作陪的秦刚不见人影。欧盟最高阶外交官员波瑞尔原本已经敲定7月10号的中国访问，也在行前突然被中方取消，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们欢迎博雷利高级代表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尽早访华。直到东协与中国一年一度的系列外长会议召开时间已经迫在眉睫，北京当局才松口说秦刚身体不适，改由中共最高阶外交官员王毅参与相关会议。秦刚国务院兼外长因身体原因难以出席此次系列外长会，但这一句身体原因说法却在大陆外交部记者会的文字记录中完全消失。中国外交部过去常常会把比较敏感的内容从文字记录中拿掉，再加上北京当局接下来再也不提秦刚身体，还把重要外交工作全改由王毅代替。包括与美国气候特使凯瑞的双边会谈，以及与百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甚至出访肯亚等非洲国家，并且参与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这更让各界嗅到不寻常味道。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Foreign Minister Qin Gang? Why is the minister not attending the BRICS meeting on security affairs next week? And when will he return to public duties? Thank you. 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北京外交体系除了把秦刚职务改由王毅与现任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代行之外，对外界质疑都不再回应。We know he met Wang Yi. We know he met the defense minister, who we have not had a lot of meetings with defense. Any chance he met Qin Gang, the foreign minister? Well, let's wait and see. 中国驻美大使对外界询问更用打哈哈方式回避。这个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啊。It is very rare for a senior Chinese diplomat to have gone missing more than 20 days ago. In my memory, that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连续一个月不见人影，中国网络也出现各种猜测，说法越来越离奇，包括卷入婚外情丑闻，甚至称秦刚婚外情的对象是双面间谍。此外，57岁的秦刚此前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不到两年，在从没有进入外交部高层历练的情况下，就被破格升任为外长，还身兼国务委员。外界推测是因为获得习近平的高度支持。这回一个月不见人影，也让外界对北京高层的内部斗争多有联想。There are real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is is part of President Xi's kind of trademark crackdown on not only corruption but also dissent. And people are wondering what went wrong. 中国此前也曾经发生过高官消失的事件，事后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官员倒台，例如2012年。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因为政治斗争闯入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之后音讯全无。官方就曾经宣称他是休假治疗，事件最终引发政坛大地震。原本政治前途看好的重庆市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入狱。
2018年时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孟宏伟也曾经莫名消失数周后被官方宣布落马受查。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has disappeared at this particular time has created a lot of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s. 在北京高层决策犹如黑盒子，外界无法窥视情况之下，网友坦言难以猜测秦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有网友唏嘘：“战狼是这个结果吗？”玩而活者，必自焚。分析坦言，外长消失的情况无法持久，不论是生病或是权钱贪腐等理由，秦刚的去留，北京当局短期内必须给出说法。TVBS 新闻综合报道。